上呀，我好饿啊。你饿，我也饿。哎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去给你买回来。你吃什么，我去吃什么。嗯，你真乖。好，那你等着我，忙就回来了。等我，好好休息哦。没想到我们又会碰面。啊，你什么时候到新加坡来的？上人现在情形怎么样？啊，很稳定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那就好。对不起，我先走了。雪兰。我希望你能够听我解释。任何的竞赛都有人成功，也有人失败，当然爱情也在内。从现在开始，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小婵，你不需要向我解释任何一切。雪兰，请你不要告诉沙恩我来过。雪兰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我相信我亲眼所见到的事实。小婵，你不要向我多解释，这样我反而心里会好过一点。我不是一个圣人，我当然不能怪你。善恩他，你，我，对不起。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你太过分了，小婵，你真的已经忘了知府从前对你的感情了吗？我没有。没忘最好了，我们吴家也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。人要知足，别做得太过火。从明天起，你不准再去看那个陶少安了。请你记住你自己的身份。陈小姐，今天晚上外面有没有月亮？有啊，今天晚上的月亮又圆又亮。
好久都没看到月亮，几乎忘了月亮是什么样子。经过太长一段的时间，对许多东西的记忆慢慢都变得模糊了。哦，对了，陈小姐，麻烦你把我的烟斗拿给我好不好？啊，好，谢谢。我自己来好了。这种烟丝的味道好香哦。你也喜欢这种牌子的烟丝？嗯。从前我太太也很喜欢这种牌子的烟丝，她也说这种牌子的烟丝好香啊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是几号？18号。一年又要过去了，吴先生，离过年还早呢。啊，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再过几天，就是我35岁的生日。这支烟斗是我30岁的时候，我太太送给我的生日礼。短短几年之中，人事全非。吴先生，不要难过了。对一个失明的人来说，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。我还想在这坐坐，欣赏欣赏今天的月。月呢？嗯，这么晚了，你去睡觉吧。我现在睡不着，你先去睡吧。我想雪兰呢，一定明天才会打电话来。你真的为了等这个电话，要坐在这儿等到天亮啊？我是在担心，少安的伤势会不会很严重？要不然，雪兰怎么到现在还不来电话呢？我想啊，一定是雪兰事情多，忙了一点。如果这个少安的伤势严重，他老早就打电话通知我们了。你不要老往坏处想，好不好？早点去睡吧，明天我们还要去接佩文回来啊。对对对对对，钱准备好了没有？哎，最近家里头接二连三出这些事情，闹得乌烟瘴气。我真希望佩文回来以后，我们家运气能够好转一点。说真的，佩文病好了回来，
是应该很高兴的事情，可是他跟玉群之间的感情还是令我很担心。哎呀，俗话说呀，船到桥头自然直啊，你不要想这些烦事情了。你看你这没几天的功夫，你脸上的皱纹又多了好几条。哎，你看看你这时候跟人家开玩笑。喂，哎，是的是的，新加坡长途电话。你看来了吧。喂，雪兰呐，伯母，对不起，这么晚了才打电话给您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我正在等你的电话呢。雪兰，你见到少安了吧？他现在怎么样？少安的情况现在已经很稳定了，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。伯母，你们放心好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哎，那雪兰，少安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呢？喂，雪兰。啊，应该是很快的。伯母，少安既然没有事，那我可能会提前回去。啊，雪兰，真是谢谢你了，真是你太辛苦了，雪兰。伯母，再见。好好，再见啊。哎，你看你这一笑啊，这脸上这线条就没有了。讨厌。小陈，对不起。怎么，把我当做你女朋友了？来，我帮你量量脉搏。啊，对了，陶先生，你已经变成我们医院的英雄人物了耶，好多病人都看到报纸，都问我们说你住哪间病房，都想看看你耶。那是你夸奖我。哦，小姐，我什么时候才能下床啊？这要看医生的指示了。躺在床上，动又不能动，好难受哦。哎，是不是夏小姐来了？一定是你女朋友来看你了。陶先生，你今天气色好多了。谢谢你再度来看我，也谢谢你的关心。我今天除了来探望你之外，最主要的还是代替小婵的婆婆吴黄淑仪女士跟你谈一谈。请坐吧。谢谢。陶先生，很抱歉，就恕我开门见山的说了，吴黄女士希望您马上能够跟小婵分手。那是不可能的事，除非是小婵亲口告诉我，她不愿意跟我来往。我想，如果不说，你也很清楚。现在夏小婵，她毕竟还是吴家的人，并不是自由之身。而吴家在新加坡，又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我想，吴黄女士绝对不会善言罢休的。你是在威胁我？我只是把实在的情况分析给你听罢了，利害关系还要你自己去衡量。谢谢你的好意。你是不是可以离开？我还需要休息呢。好，站在朋友的立场上，我必须奉劝你一句话：在新加坡，你最好是不要犯法。如果你执意而行的话，那将会给你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。那是我的事。
我希望别人不要过问。既然你这么说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对不起，打扰你了，我告辞。小鱼，小鱼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，是不是？上来，你的眼力真好。哎，上来，您是要出去是吧？是啊，怎么样？我想送你一块去，这是夫人交代的，以后要我当您的保镖，保护上来您的安全。我不需要保镖。对不起，这是夫人的命令。明天晚上才有位子啊。好吧，那几点钟的 CX711。 好的，谢谢啊，好，麻烦你了。我看了你的背影，好眼熟，果然是你。好久不见，大律师。什么？世界真小啊！你什么时候到新加坡来的？是不是来看曹先生的？难道我自己就不能来吗？当然当然可以来，欢迎你到新加坡来玩。这样好不好？我请你去喝杯咖啡，好久不见面了，我们去聊一聊。不用了，谢谢，我还有很多事想办。那你说个时间，我到酒店来接你。哦，你住哪家酒店呢？不，真的不要客气，我很快就要走了，拜拜。哎。
夫人，怎么样？正如我所料，陶少安的态度非常的坚决。他要把我逼急了，我真的对他不客气。罗夫人，你先不要生气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讲。在这个时候会有什么好消息？真的是个好消息，你猜我在回来的路上碰到了谁了？陶少安的女朋友。这倒是出人意外。我想，他一定是到新加坡来看陶少安的。据我所知，他很爱陶少安。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，叫他跟我们合作，说不定就可以让小婵跟陶少安分开了。你知不知道他住在哪家酒店？目前还不知道，不过这一定可以问得出来。好，就这么办，你去找他谈一谈，叫他把陶少安啊带回台湾去。夫人，陶少安的这个女朋友可不是一般普通的女孩子，对她不能操之过急。人家说，爱情的领域里容不下一粒沙，更何况是情敌呢？如果他真的爱陶少安，我相信呐，他比我们还要着急。夫人，您说的对极了。啊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为了这件事情啊，小奶奶跟夫人还闹得很不愉快呢。我妈，她是不是骂小婵了？少爷，夫人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啊，讲良心话，我是很同情这个小奶奶的了。我知道她这个受了很多的委屈，这一次啊，夫人不但是骂了小奶奶啊，她以前啊，而且怎么样？哎呀，你坦白跟我说，没有关系嘛。这个夫人呢、替小奶奶找了一个保镖啊，这表面上呢，是这个保护小奶奶的安全呢、实际上是监视她的行动的。我妈怎么可以这么做？这太过分，这太过分了。少爷，你不要生气啦，都是怪我这个多嘴啦，告诉你这件事情。不，老实，你应该告诉我的，都怪我，我没有能力保护他，我害了他这一辈子。少爷，你不要怪你自己啦，这个通通是命了嘛。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操纵别人的命运，这么做对小婵太不公平了。小爷，你老臣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，我很感激。会写的，难怪昨天晚上一个人埋头在房间里的待了两三个钟点，原来在写这些个。这孩子说起来呢，字写的真是不错，不过缺点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专心了。你坐，你坐。伯父先来。哎，妈，上回怎么不在家呢？啊，见女孩了。好久没看到你了，想不想我啊？想啊，怎么不想啊？亲一个。嗯啊。哎，爸爸刚刚还说你的字写的不错耶。嗯，我们家的人啊都有艺术细胞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一定都是得自伯父伯母的遗传了。逸轩啊，我告诉你啊，
我爸爸当年啊，差点当了画家，所以我小的时候啊，什么美术啊、劳作啊，都是全班第一名哎，因为我有专家恶补。少辉，谢谢你啊，来，姐抱一下。嗯，乖。少辉，少辉。雪兰也没有打电话回来。没有啊。真糟糕，昨天晚上糊里糊涂的，也没有问他住哪家酒店，今天怎么跟他联络呢？好了，你不要为这些事情再操心了，他有事一定会打电话来的。爸，少安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？现在已经好多了，反正他身体也不错，年纪又轻，伤势不重啊，很快的就可以复原了。是啊，他这种勇气倒是挺令人钦佩的。妈，我觉得雪兰这次啊，为了她的工作把她放下来，然后到新加坡去看少安，我觉得挺难得的啊。说的就是啊，多亏了雪兰呢，要不然我跟你爸爸在家里真是要急死了。哎，雪兰这孩子说起来真是不错，少安能交到她这样的女朋友啊，那真是他的福气。哎，这次他从新加坡回来，我们马上就要替他筹备婚事啦。佩文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有什么话就说嘛，在自己家里有什么事情不能说的呢？哦，是这个样子，伯父、伯母，有件事情我想征求你们的同意。我想和佩文结婚。哇，结婚哎，姐，恭喜你啊！喂，是的，好好好，少安呐，我是姐姐，是啊，我已经回家了。好了好了。完全好了，你放心好了。你等等啊，妈跟你讲话。喂，少安，少安。喂，妈，你好吗？好好，你现在怎么样啊？我们在家里真是都急坏了。妈，我已经可以下床了，再过两天就要出院了。你放心好了，我没事的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少安呐。雪兰是不是在你身边呢？雪兰，没有啊，她。少安呐，这次你受伤可真多亏了雪兰呐，她一知道你受伤之后，立刻想尽了办法赶到新加坡去。昨天晚上就是她打电话告诉我们说你情况很稳定，不要紧了，我跟你爸爸才算放下了这颗心呐。妈，那你知不知道雪兰住哪家酒店呢？啊，你不知道他？妈，雪兰刚刚是来过了，她刚刚回去拿东西，她告诉我过住哪家酒店，是我自己忘记的。我就是忘了问了她住哪家酒店，这真是……哎，少爷等等啊，你爸爸要跟她讲话，跟你讲话，快。少安呐，爸爸。少安呐，刚刚我们一家人正在谈你啊，你现在很好了，那我们就放心了。你可不要让雪兰太累喽。哎，对对，我家里头一切都好啊。啊，你等一下，你弟弟给你讲话。快快快！喂，哎哥，你怎么那么菜嘛？三两下就被人家摆平了。嗯，我跟你说，等你从新加坡回来，我教你几招。保证呐，以后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家摆平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哦，爸说啊，等你从新加坡回来啊，就要帮你和那个雪兰姐筹备婚礼。哦，还有没有其他的事？少辉啊，你告诉妈，我会再打电话回来的。没事了，再见。我的天，
雪兰到新加坡来，那她现在人呢？在什么地方？是你，这一次该不会又是巧合吧？我可以坐下吗？请坐。谢谢。我知道我不受你欢迎，可是我有一件重要的事必须要跟你谈一谈。先请问你要喝什么？不用了，谢谢你。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好谈的。恕我说一句冒昧的话，您是不是已经不爱陶少安了？那是我私人的事，请你不要干涉。你不要误会，我并不是要干涉你私人的事情，只是这件事关系着很多人的名誉和整个吴家的颜面。我相信你也知道，小婵跟陶少安。请你不要再谈这件事。我知道你跟陶少安之间已经有了很深厚的感情，我想你应该面对现实，你有权利阻止他们继续交往下去。我还是那句老话，爱情是一场公平的竞争，我不愿意用不正当手段去打击少安。如果你真的爱陶少安，你应该去帮助他。如果他这样跟吴太太在一起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跟夏小婵在一起，会是一场悲剧。你的口才不错，徐律师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要怎么做那是你的事，请你不要把我牵扯进去，我不会跟你联合阵线的。吃点点心吧，你一天都没有吃东西，不要太糟蹋自己了，不划算的。唉，我这个做工人的，讲一句不应该讲的话，
夫人呐、啊，实在太过分了。人呐、啊，要将心比心。是今天沙奶奶如果是她的女儿，而不是她的媳妇的话，她是不是也是这样做呢？怪，只怪少爷走得太早了，留你一个人在这里受尽了折磨。现在啊，不是从前了。夫人呐、啊，实在没有理由让你留在这个家里的。楼下会有人接的。啊，对不起，他人不在。哎，哎，啊，请问你哪里找呢？啊？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啊好。沈奶奶，你休息吧。好，你去忙你的，谢谢你。推举我们两个来看你，谢谢两位这么关心。哎，小姐，我有朋友来看我，我陪他们聊聊，待会我自己回忆回病房好。好啊，可是要早点回房啊。啊，我们坐下来聊。好啊好。你现在哈还很红人红了，我来带来看你啊，我来隆身体。哎，怎么样？伤口现在还痛不？疼倒不疼，不过啊。差点命上新州了，大难不死呀，不要后悔的，快点去买马票啊，一定中大奖啊！哎呦，那天你要是到我家去喝酒的话，你就逃过这个大难了。如果嗰天你去屋企饮酒啦，嗰个抢案就唔会被捉啦，新加坡嘅抢案又多好多条啦，系咧。可见你的功劳不小，新加坡政府啊，应该嘉奖嘉奖你。这我倒不敢想，不过啊，有件事我想请你们两位帮个忙。我话一件啦，十件都得啦。到底什么事儿？你们当摄影记者的，跟各方面都应该很熟吧？我系马马虎虎啦，唔过企啊，系新加坡嘅地头蛇，唔管黑到白到啊，搵企啊，实冇错嘅啦。哦，原来你这么罩得住。你听他胡说八道，我只是比较喜欢交朋友，各方面的关系都搞得不错。你到底有什么事？你说。我有个朋友从台湾来，我没跟他联络上，也不知道他住哪家酒店。我想请你们两位呢，帮我打听一下。他的中文名字叫彭雪兰，英文名字叫 Anna。Anna。这个没问题，新加坡的酒店差不多我都很熟。等一下，我帮你查查看。那就拜托你了。什么话呢？这是应该的。还有没有其他的事？没有了。只要把这件事办好，我就感激不尽了。可见的这位小姐对你有多重要啊！老先生。喂，不早了，水机也要吹了。说真的，你们再坐会儿吧，没有关系。我得赶紧去替你找那位重要的小姐。说不定他一来了，你的伤就马上好了。哎，谢谢两位的关心，也谢谢大家了。我们先走了，好好的休养一下，出院的时候再跟你好好的喝几杯。一定一定。再见，再见。
我真搞不懂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就不会让少安到新加坡去。哎，像你这么聪明的人，怎么会做出这种糊涂的决定呢？少安到新加坡来，少安，你知不知道你伤得我有多深？他现在住在酒店。我也跟他谈过，他态度很硬，还是不愿意跟我们合作。竟然会有这种女孩子，那他的意思到底要怎么样？他说，他不愿意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打击小陈。哼，自命清高，永远只能做一个失败者。我跟你说过了。这位小姐非常难缠，是个好不简单的人物。陶少安的情形怎么样？他的伤势进步很快，好像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。他一出院，事情就更麻烦了。我们要赶紧想办法。他已经打电话来找小婵了，是小鱼接的。夫人，关于小鱼。做是过分了一点，可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夫人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您不要把小乔逼得太紧，毕竟现在时代不同。时代虽然不一样，但我们吴家的规矩还在。实在不是我说就是我，辛辛苦苦的把哲母养大。可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，出过一声怨言。小陈啊，他不应该做对不起吴家的事。更何况蛰伏他，蛰伏他从前对小陈啊，可真是好了没话说。为了蛰伏。我一定要阻止这件事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。啊，你说的那笔生意啊，哎，现在还没有谈妥，哎，我们还要研究研究。哎，谢谢你的帮忙啊，哪天请你吃饭呢？哎，嘿嘿，好的。好啊好，好啊，哎哎哎，是啊，嗯，再见。妈，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谈一谈。哎，坐下来说。妈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什么事这么重要啊？我不需要保镖，请你把小玉给辞掉。怎么？是不是小鱼做出了什么事令你不满意啊？不，这不关小鱼的事，只是我觉得我没有雇佣保镖的必要。小陈呐，妈是为你好嘛。现在有钱的人雇保镖的多得很，像我出去呢。有老沈丽人陪着我，安全多了。小鱼啊，练过功夫，人又老实可靠，有他陪着你，我就放心多了。怎么，是不是要出去啊？哎，叫小鱼陪你去好了。
去啊，去散散心也好，去嘛。李董事长啊，什么事啊？啊，好啊，哎，好，我们谈谈啦。好的。包着